被問到究竟被剪短的鋼筋數目和相關的記錄，根據他在電台的說法，他們就說 是看回當日的記錄和同事的記憶去說出第一，有一次是有五支鋼筋是被剪短，其他是少於五支。我對於有關的說法是表示非常震驚，因為這麼嚴重的工程造假的情況，港鐵的監督人員居然是沒有一個完備的書面記錄，單憑前線人員的記憶去而家報告這件事出來，這個是匪夷所思的，亦都絕對不能夠接受。大家試想像一下，你是那個工程監督人員，落到工地發現有人是違規，不按照個合約規定和施工圖則去剪短鋼筋，而剪短啲鋼筋最嚴重的是會影響到相關位置的結構安全。咁嚴重的事件，點可能係冇書面嘅記錄同埋上報管理層去處理呢？就單憑人員嘅記憶同埋口頭上面叫佢要糾正，我就好強烈質疑，究竟嗰啲監督人員係唔係包庇緊整件事，是幫緊嗰啲人去掩飾事件？呢個係絕對絕對唔能夠接受嘅。呢個亦都係令到港鐵自己刮咗自己一大巴，因為港鐵喺昨日記者會上邊向香港市民同埋傳媒展示一大沓佢哋前線人員巡查嘅記錄，聲稱呢啲記錄好完備，同埋咧係可以100%確保到個工程嘅質素同埋公眾安全。現在好明顯睇到，佢連基本嘅記錄都冇做好，你擺一大棟嘅檔案出嚟，有咩意思呢？另一方面，關於昨日鄭松泰議員同埋田北辰議員，他們對於如何去跟進今次的鋼筋造假的事件呢，有不同的方向。鄭松泰議員建議是成立權力及特權條例底下的專責委員會，田北辰議員建議去獨立調查，我兩者都是支持的，我認為兩者可以並行，因為要找出事實的真相呢，可以多過一個途徑，而現在港鐵都是只是找一個獨立人士去做負載測試，究竟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到現在都是講不清楚。我認為是應該要引入國際的專家去獨立看回整件事，因為大家知道港鐵在香港一鐵獨大，很多鐵路的工程的分判商和它關係都是極之密切，要在香港找到真是獨立和港鐵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工程界熟悉鐵路建設的人員呢，是基本上找不到的。所以我是希望政府和港鐵是應該找海外的獨立專家整件事去檢討，不是只是今次涉案的位置的問題，究竟相關的分判商、承辦商他們負責的工程的項目有沒有類似的情況，以及檢討整個監管的機制，包括是港鐵作為項目管理人和政府的監管角色。我希望是可以因為今次這麼痛苦的經驗教訓，是上了一個重要一課，避免日後重蹈覆轍。
I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since the incident of cutting the steel bar is very serious. Any reasonable MTR officers should have reported the case to the senior manag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y should have kept the proper record for those irregularities. However, they failed to do so, and right now they can just report the case to the senior management by their own memory, which is really unreliable. I doubt that whether the frontline MTR officer tried to cover up the case or they just want to collude with the subcontractor to allow such kind of substandard works continues, which jeopardize the public safety and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今朝港鐵又話係犯信證券嗰啲講得，咁你對於港鐵嘅職能高層有啲方法點睇啊？我唔知點解佢琴日就唔知係邊個剪短，今日又知係犯信，呢個真係匪夷所思。佢而家係日日咧被逼就講多少少嘢，被逼就講多少少嘢。之前佢話係有五支鋼筋被剪短，跟住澄清係話有五次，其中有一次係五支，跟住再問佢，佢就話每一次係少過五支，除咗嗰一次係剪咗五支。呢啲全部都係靠記憶口行行咁去講翻件事出嚟。咁究竟嗰啲人嘅記憶係咪準確？就算佢係準確，會唔會佢哋根本是看不完整個工序？大家知道是有過二萬支的鐵枝的，他是不是逐支去看呢？我是強烈質疑的。現在看回頭，如果他是這麼緊密去監察，好像港鐵來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這樣說，如果他在八月發現問題之後一路是密切監察著個承辦商，同埋咧係督促佢去修正。如果係咁，點解會剪到個鐵枝噶？嗰條唔係鐵線喎，唔係揾個鉗鉗下去就斷噶喎。咁粗嘅鐵枝，你要花幾多功夫先剪得佢斷啊？你前線嘅監管人員，如果好似港鐵講到咁嚴密監督佢，點解會可以繼續剪？八月一路剪，剪到十二月，十二月仲要剪三次，收到警告信再剪多兩次。那個承辦商是不是傻的？人家看實你的了，俾埋警告信你的了，他都是這樣剪。所以我懷疑根本前線的監督絕對不是好像港鐵所說，說他們是這麼嚴密去看實個工程咯。大家聽翻，佢琴日話有十零個員工係負責做前線嘅監督人員。你知道港鐵呢個工程係日日夜夜不斷開工啊！咁除翻出嚟，扣埋佢哋大家每一日真係喺工地，唔計你要翻辦公室做文件記錄等等，真係喺工地嘅時間有幾多？你係咪可以逐條鋼筋去睇？逐條鋼筋去扭下佢，睇下係咪擰得實。嗰條係十二米嘅鋼筋啊！我諗我都擰唔喐啊，係嘛？即係大家即係聽翻佢講嘅嘢係咪合理呢？我係強烈質疑咯。我代表唔到成個民主派講啦，我代表即係民主黨講。我覺得兩者可以並行去調查嘅。獨立調查同埋立法會嘅調查，兩者嘅角度可以有唔同嘅。我哋主要睇翻個問責政府嘅角色、港鐵嘅角色，點樣去防範類似嘅情況再次發生。
獨立調查亦都可以針對多啲技術性嘅問題、專業嘅問題去處理。我覺得兩者可以同時去進行啦。過往亦都有咁嘅事例啊。OK， 唔該曬。